准备好了 ，ready。跟 Miki 走到那边，会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愉快。他基本上算是没有腰身的。什么 ？Miki 没有腰身？他刚刚爱上了一只柴犬。怎么只有你？因为卡特今天有工作，所以就由我跟 Emily 来带 Pumpkin 宠物按摩。Pumpkin 只有之前在做 SPA 的时候会有稍微按摩一下，可是今天呢是专业的一套宠物按摩，看他有什么感觉。然后也会稍微介绍一下宠物按摩对狗狗有什么好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台是气动能量按摩，就由我们按摩师的手在传导到那个 Pumpkin 的身上，达到更深层次的效果。知道每只狗的感觉不一样，可它可能会有一点像电，就是有点像一个频率在震动。因为你完全如果不知道，等一下它会什么感觉，你也可以先体验。有电流，妈妈的，我吓到了。因为有转速啊，它最高到9万，然后一是最弱，所以我们刚到5都很有 feel 的。嗯，Pumpkin 的从二让它习惯一下，哎，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。现在要再安抚南瓜的情绪，让它比较稳定一点，因为它现在看到太多狗很 happy， 有放轻松了。对，它坐很挺。对，它怎么突然坐那么挺？准备好了 ，I'm ready。像风平到比较稳定了，我们都会在脸部淋巴结开始先做按摩。像狗狗的脸部啊，除了头部、耳部。跟人一样，就是眼部跟像这个是唾液腺附近的位置，就是帮他们按摩这些地方。唾液腺那些腺体比较不会堵塞。默默的一脚，大家就算有踩到，就会有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刚刚感觉。他现在有比较稳定一点了，知道我们在帮他做什么了。哦，在状况内了。妈妈有，你好幸福哦。刚刚不知道你们在对我做什么。前侧一样，就是像我们的腋下淋巴一样。小孩子感觉有点小声。他们会有像人一样按摩，然后觉得身体很舒服。会，今天是比较兴奋，第一次。其实我们很多狗狗按的，大概来第二次以后，他们就爱上了。按到肚都嘟着不要走，都会翻肚。然后因为像狗狗跟人就不一样，其实狗狗没有说，像他们常常喜欢出去玩啊、奔跑啊。其实它这边有一些前肢带肌，是一些肌肉组织，那这些软组织，你需要定期去保养它。我们在按头的时候呢，会分泌一种脑内啡，会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愉快。这可以在家里这样。对，这里对自己在家里的话，其实你们可以这样子帮他按摩，非常非常棒。跟毛皮其实健康也很重要。然后像有一些适当的手法啊，都可以刺激新陈代谢跟他的免疫力，让狗狗他们的自愈能力是维持在很好的状态。他平常喜欢翻肚吗？喜欢，会变吗？会变吗？会变，变好啊，来表现喽！趴下，再趴下 ，OK， 好，变，变什么变？变，有好棒！他以为他翻过来，可以，好棒啊！躺卧姿也可以按后肢，对，他就不用一直站着那么久。看得出来他的身材不一样，比如肌肉比较多啊，或者是平常没什么运动啊。如果说有比较僵硬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感受得出来，很健康，而且他肌肉还蛮结实的。我才说你们把这个，因为怕大狗你说不能太重，他应该摸不到这个，可以吗？要蛮仔细的摸，看得到腰线了。是比较标准，它基本上真的是没有腰身的。什么？方品没有腰身？方品 ，I'm sorry。是老婆了。好了，好棒。你按摩完了，你有没有舒服？以上就是带方品体验宠物按摩的过程哦。有没有看到它现在超舒服？它直接趴下。
狗狗如果有适时来按摩，其实对他们的身体也很好，就是可以保养他们的身体。年纪比较大的狗狗也可以来按摩啊，让他们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帮助。你喜欢吗？你有没有舒服？他看起来超舒服，而且他这边玩得很爽。有没有舒服？他刚刚爱上了一只柴犬。对。然后一直要跟人家玩，然后人家吓到不行。柴犬已经累了。朋友还是死不放弃，都踩别人的。他太累了，赶快去撒娇。真的，遇到了一个恐怖的女人。你有这么低过吗？我到了射手座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宠物其他的服务啊，或比较特殊的，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说。那我们也会带汤婷去体验看看。喜欢我们，现在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等一下，你入镜了。欢迎的爱人来了，这位要说拜拜了哦。我跟他说拜拜。